由纺织所寄转康利德公司之几丁聚糖止血纤维纱布，获国防部肯定。国防部军医局与康利德公司于2006年9月13日签署合作意向书。以下是我们的采访。这一次承蒙军医局对我们的重视，愿意跟我们签一个合作备忘录。那么这个备忘录将容许康利德与不论是军医局下面任何一个单位，比方三军总医院或国防医学院，那么一起合作来共同认证或者给我们做更多的报告，来促进我们这个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的知名度。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基本上康利德的这个所谓 Hemo Bandage 迅安的止血，我们叫做急救填塞绷带，这个东西是纺织所的技术移转给我们。那么它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是一个绷带，它不是不织布。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这一类的产品，所谓战伤止血绷带都是不织布，只有我们是所谓绷带。我们跟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在不织布上面涂布这些化学药材，我们是把化学品，就是几丁聚糖，这个它的拉力增强多少。几丁聚糖是生物可以降解的东西，所以它不会残留在体内造成不必要的 fibrosis， 所谓组织纤维化。没有经过美国外科医疗研究所他们认证，发现我们的产品现在是最有效的，在战争止血上面最有效的产品，比美国陆军现在所用的那些标准产品，我们的产品竟然还要比他们优秀。我们的止血能力竟然是所有试验100%的，在3分钟之内就可以完全止血。虽然是这个纺织所开发出来，可是却是我们台湾之光，这是真正台湾土生土长土制的产品。我政府经济部的科专积极化的一个支持，来开发的所谓的海藻酸盐的这个用丝纺的技术来开发海藻酸盐的这个纤维，然后这个纤维开发出来以后呢，然后技术移转给康利德公司，然后康利德公司再去做编织的工作，然后去做成所谓的止血肤材。说包括我们在做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透过这个动科所、动物科这个动科所或者农科院去做相关的一些动物试验。但是今天我们跟军方的单位国防部军医局合作以后，那军医局也同意透过他们的三军总医院透过他们的一些陆相关军方的医院来做我们帮我们做一些临床的一些测试跟临床的一些验证来测试我们的对包括相关的一些止血材的一些或者敷材的一些相关产品的一些效果这是小相当有正面的意义的。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军方医院的这些来合作以后，更确切应用在我们的所谓的一些人体的应用上面的时候，能够得到更确实的成果。那这些成果我相信对于康利德公司未来在做推广甚至当然军方很有诚意，他们也认为说包括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未来开发的一些相关主题，包括人工韧带包括神经导管等等，他们也很有兴趣来导入跟他们军方的一些共同开发这个我们都非常开心。以上新闻 TTI 采访组报道。